就让他这里陷入了非常艰难的思考。那做了对的决定，选择了洗牌。的确，因为他的 K 对于对手的价值范围是完全不够看的，那么他只能赢的是对手的一些 bluff 范围。但是在 river 已经得到了一张草花 K 的情况下，对手在这里的价值下注是 bluff 组合非常小的，因为他的买花买牌也得到了成功的听取。那这里我们看一下，现在是蓝桌 Pogorski Pofua 几分牌领先，然后红桌的是 Rakimov 跟 Kuhn 几分牌领先。啊 ，tricky！ 那现在前桌是2万，庄家位是4万。I was like, why did he raise like such strange amount? But I cannot fold for 200. 那这里 Pogorski 在枪口位拿 A8 的牌，加注到175,000的积分牌。啊，我们也看见 Pogorski 呢，他在这个短牌里面也是一个比较激进的玩家。有很多玩家在这个位置上有可能会选择弃 A8 的牌或者跟，但是这边 Pogorski 他做了一个加注。那现在到庄家位的 Juanda， 那他在考虑要不要跟这手牌。好 ，OK，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两位玩家都击中了对子。我准备给三百个，送给三百个。我们 Pogorski 是拿到了顶对，但是他的踢脚并不是很大。两位玩家都选择控吃。这个2万5万，最起码有300万筹码。那这边 Pogorski 他会感觉的，他现在暂时是牌力最强的玩家。那他下注了20万的积分牌，而 Juanda 马上了弃了牌。现在 Pogorski 增加了他的在这桌上的筹码量。我们可以看到 Juanda 在这里的策略，由于他是短码，他选择放弃大量的中等权益的一些成牌，而去选择游戏一些强成手以及一些隐藏。隐蔽性比较高的高权益的买牌，那些买牌买到了之后往往都是坚果牌，所以他现在倾向于选择游戏这两种类型的牌力，而会放弃大量的中等权益的一些手牌。我们可以看到杰森控在这里有一个卡巴的上顺，而我们的 YK Young 是在这里拿到了底两对，选择下注。
这里第两队是成功的收下底池。我们回到蓝桌。这里我们的 Pagoski 是拿到了 A9 红桃，有一个卡顺后门花的概念。在面对对手 A 圈两张方片的买牌的情况下，他的手牌具有 42% 的权益，选择跟注。看到转牌出现了一张草花的勾，那么他的后门花是破产，还剩下八的卡顺啊，合牌来到了一张草花 K。 那么目前两位玩家的牌都变得非常的弱，都只有 A 嗨，是以 POPA 是以 A 圈嗨的高踢脚取得了胜利，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牌在这个牌面其实showdown value也并不高，他选择在825000的底池里面下注55万。面对这样子一个下注，我们的 Pagoski 这手 A9 A high 牌是很难去做出任何的反抗，因为他的跟注也不显得大，他的加注的代价也显得太过于高。在这样子一个底池中，他需要用超过自己身家三分之一的筹码去做一个有效的 bluff。我们在长牌中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有些玩家会使用一些很激进的 A high 抓鸡的策略，但是在短牌中，但是在短牌中，因为对手的击中率会变得非常高，所以 A high 抓鸡经常会显得没有鸡大。咩牌咩牌？对，唔知九对十对嗰啲啦 ，Ace nine。A9. You had the bluff face on, but it didn't, you know, if I call and lose to that, I feel real dumb. Oh, okay. No, wow, if I don't bet, you bet. 我不打他打我头痛啊，妈的逼。他 A9 肯定打了吧？啊，对。Yeah, this is going to go really late, but it's going to be a test of endurance. Yeah. Yeah, I think 3 days is the best way to do it next time.I think it might go 3 days. Yeah, I think so. If we play another like 4 more levels, and then 那这里我们看见翻牌前 Richard Young 做了个跟注，然后呢 Jason Kuhn 利用他的庄家位的优势加注到25万的积分牌，然后 Richard Young 选择了跟注。他的加注的代价也显得太过于高。那在这里，我们看见 Richard Young 他并没有中任何牌，也没有买牌的机会，在这里用 K High 过牌给 Jason Kuhn。那 Jason Kuhn 在这里做了个继续下注，拿下了底池。在这个底池感觉好像是谁先打谁就有机会拿下这个底池了。对，
这也是为什么你如果前面翻牌前做加注的优势，也是有位置的优势，非常有利。Yeah, you mean this tournament? Yeah. You think you could do that? Huh? The last time they did it, where if you find out the book, oh yeah, you feel clean like 4 a.m.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Yeah. Like Carrie Katz. Yeah. 好，我刚才去了健身房，吃了个饭，然后在健身房里看见 Bonomer， 看见 Makita。看见 Divorce， 那这些大神们都是出局之后就马上去健身房拼呢，然后他们关心的都是谁还在里面，跑过来问我 Selena， Queen 在不在？他是不是淘汰了？他怎么发生什么事情 ？Ike 呢？他们是可能有塞背之类的吧，或者有可能换股份或者怎样，所以挺关心的。那这边我们看见翻牌前 Rakimov 拿到18，在枪口位做了个跟注 ，Richard Young 一对7。跟住，然后呢 ，Queen 圈九也跟住进来了。那我们看见这边 Y King Young 在庄家位拿到了 A 圈的牌，那他在这里是应该会做一个挤压吧？那我们看一下挤压的 size 是大概是6.5个。那顺利的拿下，顺利设底池，没有人有任何反抗。那这个结构也是挺不错的，现在好像最短筹码也还有67个前注。嗯，看来这个 final table 有可能会打到蛮久的。你会猜多少？凌晨3-5点吗？我猜3:45。3:45。OK， 我看大亨猜的准不准。那这次。100万港币的短牌，总共吸引到81手的买入。那我们刚刚在后面，我有看到屏幕，我们第一名是有2200万港币。那进入奖金圈的第9名有220万港币。那现在的第8名也会有270万港币。那这边我们看见两位玩家进入翻牌后。这边发出来是圈96的面，那 Richard Young 拿到了中队，然后 Rakimov 在这边是底队。Rakimov 这个勾六就是在短牌里面最弱的起色牌、啊。对，这几乎是拿到72的牌。那在 Richard Young 在转牌下注的情况下 ，Rakimov 弃牌了。好，今天哎，我看这个 Richard Young 也穿起了这件我觉得很帅的 Triton 的外套。那我刚刚看到好像是已经可以预购了，然后我刚刚自己已经找旁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要预购。那当然，我还是希望他们送我了，那我就可以不用用预购的。对他们设计都设计得挺漂亮的。哎，这件外套很好看、啊。对，颜色配得非常好看，黑色跟金色。那这边我看见 Y King Young 在 Hijack 位，手持的是圈10的牌。在这个 Final Table 上的这个玩家，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父子看能不能打到1-1，这应该是一个最好看的。玩多少吗？那我看见 Rakimov 在这边拿到 AK 的牌，选择加注到25,000积分牌。Full。那我们看见这边 Rakimov 跟 Y King Young 的筹码量是几乎一样。嗯，都非常非常，算是桌上比较多的几个的玩家。也是应该这桌的两位。积分牌的领先者。那在这里我们看见 Y King Young 中了中队，还是有买卡顺的机会。那这边 Rakimov 他是两张高队，然后呢也是任何圈会给他带来顺子。那家 d
都选择了过牌，我们到转牌，在这里呢，任何九现在是成顺了。其实这边我觉得 Viking Young 是一个适合下注的一个机会啊，因为对手如果是一个在后面加注的状况之下，他其实很难手上是会有九，因为他甚至九九应该都会选择 Limp， 所以这边是一个他很适合攻击的一个机会，而且他又有一个 Block 的一个 Q， 就上面顺子的机会，我觉得这边蛮适合做下注的。对 ，Viking Young 在这边他可以。represent 很多九的组合。那他翻牌前，十九的牌会跟注进来，九八的牌也会跟注进来。那我们看见这边 Rakimov 选择还是跟注。OK， 我们的 Viking Young 是目前他的牌是大了，可是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牌是不是大了。那其实如果在这个状况下被后卫跟下来的话，我觉得然后对手是不是一个 prefire 的加注的一个玩家？其实这边十胚你要去抓对，如果 check 去抓对手，其实也蛮难的哈。嗯，非常难。那他应该有可能会考虑主动。打一枪，对啊，我觉得其实打一个小小的注码，我觉得可能是35万、40万。那他选择打45万的积分牌，拿下了 skin gap 牌，拿下了底池。这个感觉像是比较像是一个 blocking bet， 就是也避免被对手 bluff。可感觉这个bet也蛮像在 bluff， 因为他的牌是。是有领先，可是不是这么好打。好，我们这边切到蓝桌，我们的托付有一个后门三条，然后又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那 Pogoski 在 Flopper 顶对这边，我觉得还是他有可能是领先对手，所以他可能会做一个下一个小的注码来 value bet。对手比他弱的 JQ 之类的牌。好，我们的泼妇选手在后面加注到15万。这边 Pogoski 他摇摇头，那他知道他现在是落后。Pogoski 会说 No Toji No Toji。那他应该对泼妇挺了解的，这泼妇呢一般就是很少看见他。会有投机的这种行动。现在泼妇感觉有点想要 three bet 做 bluff 吗 ？Both of us。啊，他说你加的太小了，我想要跟。十万就是两个底数而已，还是选择了盖牌。Six, of course. Good read. Yeah, you have a ten, right? King Jack. King Jack, why no bet flop? Now, we 暂时现在还是剩两桌。出了出局一个玩家之后，我们才是决赛中。1.1, 1.2. 我们庄庄的可以看到 flop， 算是在他这短码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因为他牌真的是太小了。那这边我们看见 Pogoski， 他手持的是圈勾，在这个面上他是买两头顺。哦哟，这张 Ace 其实让 John John 的应该会有一些
蛮不错的机会，然后在 River 中到一个卡顺，下面的卡顺，可是对手应该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支付。选择下注 2.5 个底注，那现在我们回到红桌的 action， 在这个河牌我们看见两位玩家是分钱的，这边是他们都是两对，然后呢是 K 的踢脚，我觉得在这短牌比赛看起来，当然谭轩比较厉害，就是东方，以我们亚洲玩家的话，谭轩就真的是蛮厉害的。然后我觉得在一些西方玩家里面，我觉得杰森困算是打的，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我觉得就是他们有同样的一点，就是他们打的凶。嗯哼，他们打对方就是那个弃牌率，对，所以在这短牌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有很多牌都是60-40这样的开，对，所以就是他们可以打走对方的话就拿下中间的底池了。Jason Koo也从来不太会放弃，在一些自己没有摊牌价值的时候他一定会背，他我没看过啊，基本上没看过他放弃任何一个就直接 check 认输，这样就是反正只要觉得这个已经没有showdown价值的话，他一定会bet。那当然有时候bet很多，很多时候都有牌，可是他的确也做了很多 bluff。可是他虽然被抓了很多把，可是他很快又把筹码打回来，所以我觉得就算困真的是短牌真的打得蛮厉害的。那 Jason Koo 他说他这一年来是对短牌有研究，然后呢他也一直会参加这些传奇扑克的系列的比赛，所以对他来说就是非常好的锻炼。其实我觉得 Selina 你要不要来练一下短牌，你叫 Jason Koo 收你收你来 coach 你一下，付个教练费之类的，感觉他这个教练费有可能我付不起吧。目前全世界好像还没看到一个打短牌的女生牌手，目前我应该是做第一个吗？对对，你这个可以当第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对，这也需要很强大的 bankroll。那打短牌有可能我可以开始打一块两块。啊，对，其实最近我有在 Polestar 上面有开始在学着打，一块钱的底注的短牌。打得怎样呢？就没什么输赢。那有没有对他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呢？就觉得有点在瞎打，就打得不是很好，就没有一个方向，就有问题也不知道要去问谁这样。所以谭轩就是大家都说他在国内是顶级玩家，也是时间打得最久的其中一位玩家。那这里我们看见两位玩家有进入翻牌后，那这边两位玩家都有过牌。那 John Jonda 这个66在这个牌面上，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在没位置状况之下，这边是一个可以试着下注偷，不然他就选择 check fold 了。好，我们的王军也跟着 check， 那 River 集中了顺子，那 John Jonda 如果 turn 没有主动进攻，这边更不适合下注，所以应该就选择放弃了。那这里王军拿到了顺，下注15，25000的积分牌。大家问候，赌王今天是有出局，他买入了好像
昨天出局了之后，今天买入了两手，都不幸的出局，好像打了一手缺缺一手 KK 那种样就出局了。我们的传奇扑克下一站是在黑山，对，比较靠近蒙地卡罗。对，好，不然这样子好了，假设蒙地卡罗我赢超过100万美金，100万欧元 ，OK， 我去黑山我就报名一个边赛，报名一个50万的那个六 max。看来 No Limit Holder 大亨也是一个资金管理非常好的玩家。我觉得人生应该身为一个职业玩家，应该要有至少要一次传奇扑克的参赛记录。哦，是吗？我觉得啦，依现在这个感觉，就是如果有，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啊，什么好消息？他们有可能准备。有比较小买入的系列、啊、是吗？小传奇扑克吗？那有可能10000欧可以打个主赛、哦、10000欧好像有一点点机会。好，那我们这里看一下，现在有两桌，蓝桌跟红桌，这边 Paul Foy Patagoski 是蓝桌的积分牌领先者， Viking Young 跟 Rakimov 是红桌的积分牌领先者。哦，下一个他找我看一下。那这德州扑克是一个挺好玩的游戏，它在德州扑克里面也分为好多各种各样的游戏，它有我们说的 Horse， 它是 Hold'em Omaha Raz Stud 还有 Aero Beta。 那这各种各样游戏就是都会流行一段时间。对，记得前一段就是什么有什么 Chinese Poker 什么 Russian Poker Chinese Poker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现在后来原本叫做什么 Open Face 嘛，全是 Open Face。而且我记得 WSOP 有办过一届，是，那就是四人的比赛。那 Open Face 火了大概18个月，然后大家变成三个人玩的拍，就是凤梨的那个大菠萝。对，然后呢，现在就流行短牌了。对，最近流行短牌了。那这边我们看见两位玩家。到了转牌，哇，这个 flop 两个都是集中两对，而且两个人都选择控制底池的 check。对，那这边合牌来了个公对，那在这里两位玩家啊，泼妇应该很开心说，哈哈，你都没打，然后开牌给他看。因为当然这面上有很多顺子的，可以九七。或者勾九都是顺子，少输就觉得很开心的那一回。对啊，那看大家都聊天，那都非常开心。当然都已经进入了奖，都有奖金拿了，所以没有这种泡沫的压力。哇，真没意思。No。好，九十同化在短牌里面是一个非常强的起始手牌。对，有三手牌是这样，是勾十、十九、九八，在翻牌后发挥能力是很强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王军拿到十九 suited， 在这边加注为125000的积分牌。那 cut off 位 Paul Foy 他拿了一张方片七。call 125000，那另外那张牌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是个谜。然后这边 John Juanda A7 在庄家位跟注。哦，现在的底池也来到40万。好，我们的90有一个卡顺带买花。那我们已经收过这副牌，在翻牌后真的会蛮多机会可以继续下去。这也是为什么玩这几手牌的好处。那选择王军选择 check， 还没有选择 c-bet， 因为其实他也应该也是担心说，因为有 q 有 k， 那其实这个牌也是起始范围会跟住 raise 的加注的一个牌，所以他可能觉得很容易被抵抗，所以他可能就这样选择了 check。 那这边他的牌力变得更强了，在这里他击对了一对十，
那现在有摊牌价值，这个 check 就希望可以来做个 check call， 买一个十，买一个同花，买一个顺子的话，应该就比较不喜欢了，因为是被接上去的顺子。那我们也知道，有些基金的玩家会在这个翻牌后打一下，然后再转牌会继续下注。但是呢，王军在这里他是隐藏了他的牌力，做了两个 check。啊，这个河牌，哇，确实给他带来了最强的牌力。那在这边，我觉得继续 check 好像也不错哎，因为他现在他已经藏了那么久了。对，而且他有 ace 的人，基本上不会有，应该不太会不打。对，而且有两个跟住的玩家。对啊，但是他会担心的是，因为没有任何人打，他是不是应该下注，然后拿到 A 的 value？他是有可能会考虑这个，他是怕 A 不打吧？对，他有可能怕 A 不打。那这边我们看见他下注45万，庄主王者没有办法，也需要 call。他希望看到加注吧？对，而只有平空。大哥，那大家都非常惊讶，看见他的牌那么大。我没有看到有花，哦，我没花还打，还继续打。对。那当然，如果他有可能在翻牌时打的话，庄主王呢他就跑了。对，所以得到了非常多的 value 在转合牌的时候。那今年我跟大亨两个人都是会去 WSOP 的，今年也是他们第50届 WSOP 举办了赛事。谁打我跟他 all in 了，他打都打打我也跟他 all 了。那这个王军他意思就是说，他做 check 的话，他是做 check raise。是想跟对方打完的牌，所以他做了两次 check。上路打完就 all 了，上路打完就 all 了。那什么 A 什么？A 七通哈。啊，这里王军他暂时是111个钱注，啊，积分牌为275万。好，我们这边。直升困中了一个顶对，可是对手已经集中了三条 K。直升困选择了 check call。那这个短牌里面，中顶对，大家都会打得比较小心，因为这不是很强的牌力。对。那在这边 ，Jason Kuhn 不幸的在转牌中了两对。对。那现在我们到蓝位，我们看见这边 John Juanda 是来了个 all in， 被一对十跟了。这边如果 John Juanda 他不能击中，就会被淘汰。这感觉十勾好像跟他差不会差太多，不会差太多。虽然是被统治的牌。You ready to pay?No, don't prepay. 六七八。Money come. 来这个就完了，基本完了一个九勾。七个 house. Jinx table, remember? So brutal. Still have like 40%. 没有红心，所以他现在只有买到勾或买到九才有办法 double up。我们看见他还有41%，中了勾了。好 ，nice。One house， one house， one house。Chop four side 啊。How do we chop it？ Oh nine four side。Don't do that， floor man。好，我们的 JoJo 的十勾 double。我真的告诉你，大恒，我还没有看见勾十输过。这勾十真的太强。这几天来都没有看见过。我们的镜头回来，这个 Jason Kuhn 看来是遭遇一些麻烦了。他中了一个两对，可是对手是三条。好，他继续在转牌，跟翻牌一样选择了 check call。那两个人的后手都还有280万，算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注嘛，有咩装木头？那 river 是一张八，十积对十角。如果 river
就算Queen遇到对手的在一个100万左右的下注，他的 Ace Jack 其实会觉得蛮痛苦的。还好 River 不是来一个 Jack， 不然 Jason Queen 可能就要损失惨重。Jason Queen 在后手位连续跟了对手两发的下注。我觉得这边会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value bet。那他在考虑对方手持的是会有哪些牌，哪些牌他可以拿到 value。应该打多大的注？那我们看见这边 Jason Kuhn 也不停的在观察 Rakimov。在这种你在思考的时候，对方盯着你看，你会紧张吗？我觉得有时候会，其实、uh-huh. 对。如果自己在投机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印象深刻，在我刚打牌一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因为台湾那时候有那个赞助，有 APPT 的40,000块港币的买入， uh-huh. 然后我获得台湾的赞助、okay. 去打一个40,000块港币的比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桌上有那个 Joe Hushin。那时候2005的世界 WSOP 冠军嘛，然后就桌上有几个厉害的玩家，然后就有一把牌我好像在偷鸡吧，然后他就盯着我看，然后记得我那时候戴着耳机，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瞧耳机，然后我耳机就戴到眼睛上面，就弹到自己眼睛。后来被扣了吗？后来就被 all in 啊，然后我就盖牌，就觉得好丢脸。2009年打牌的第一年，我真的是超紧张，然后就无所适从，你知道，感觉好像被那种感觉，好像全裸被人家盯着看的感觉。嗯、对，那这边 Rakimov 他选择下注买炮，150万，150万，对啊，这边呢 ，Jason Kuhn 现在要进入深深的思考了。因为这边照理说是一个应该要抵抗的一个范围，可是，相对的注码其实蛮大，而且连续下了三个 bet。那Jason Kuhn这边，我觉得他有可能有才，这个注码真的有点太大，应该是有可能会盖掉的。然后他这个注有一点好是让对方不会想要All in bluff 他。对啊，因为你看他，就像我刚刚有跟观众聊到 ，River 打得很大，你也你自己本身，如果你有 nuts 的 range， 你这样子做的话，对手根本没有 nuts 也不敢推你啊。对，你这时候对手就算有 AA 都是敢用跟的。那如果这边 Rakimov 他下注只有70万筹码的话，那这边 Jason Kuhn 有可能会做一个 funny play。跟了跟了，他选择跟住，拿到了非常大的价值，150万。所以其实像 Jason Kuhn， 我发现像这种职业的玩家，他们就是该抵抗还是会抵抗啦。对，像那个像 John Ronda 刚刚被下一个很大的注，虽然对方同花，他是有 Ace， 他还是会选择支付，并不是说他们打得不好干嘛，可是他们就是在数学上，就是在那中到很大的范围的牌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有很更大的牌，我必须要支付给你。他们不会去闪一些很难发生的大牌的时候的状况。所以当他这样子做的话，其实虽然这把牌你value到他了，可是其实如果当你牌
没这么大的时候，你去 bluff 他，他还是一样会跟你。对，现在 Jason Kern 还是深深的思考这手牌，他在想，是不是自己可以封掉呢？那说到被对方盯着，你知道 Mike McDonald，他是有非常有杀气的那个盯住玩家。然后呢，有一次采访他说，那盯住玩家是有什么原因呢？他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啊。他说你在考虑什么吗？他说都没有啊，我就想吓他们，就想让对方下次跟他打牌有压力，会有多么不舒服。他会给对方的这种感觉，这种印象。我记得 Feeder Holes 也是很会瞪人的。然后我们其实台湾有一个玩家叫 James Chen，他也是超爱瞪人。然后就有一次在澳门，然后就他们两个就互瞪，两个桌上的人全部都在笑，可他们两个一完全没笑，两个就互瞪。然后 James 后来跟我说，他瞪赢了。这瞪赢猴子应该是不错的感觉吧？对 ，James 也算是我们台湾算打最高额的玩家，上次传奇扑克也是有来参加比赛。那我问过 James 说，你去瞪人你是有什么样的用处吗？策略是不是？然后他意思跟我讲说，啊不看白不看啊，那你就盯着他看，反正你可以获取更多的资讯。可是像我是会觉得有点不礼貌不好意思，我会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我会不太好意思这样盯着人家看。对啊，因为特别是作为一位女孩子瞪着人家看很尴尬。对，真的会觉得非常尴尬。可后来我发现有个方法可以避免，可又可以瞪着人家看的方法，而且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眼睛吗？不是，看着人家的额头。你自己那你意思是说没有跟他眼睛对眼睛的看？对，你可以看着他额头的那种感觉，對對對，可是他会觉得你在看他，可是他不知道你在看哪里，他就觉得哎、欸、你在干嘛，就看着额头这样。这也是我在好像在什么书上看到，他说你在跟人交谈的时候盯着对方额头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所以我觉得用在打牌上面，那避免自己的不好意思，我觉得盯着对方额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要看着对方的话。我下次也试试看一下。 对， 对，但是我找一个长青春痘的盯着他那个痘痘。好，这边我们看见有三位玩家进入转牌后，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枪口位 Jason Kuhn，他手持的是顶对一对勾，在转牌选择。River 会不会来一个 Ace 呢？啊，我们的 Richard Young 有一个双头顺的机会，对，在 Button 选择下注。那这边他下注了85000的积分牌。那我觉得 Jason Kuhn 这边还是可以抵抗的啦，因为他还有一个卡顺的机会，然后他还有顶对，而且他把牌力隐藏得很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拿来 Bluff Catch 的牌。River 没有中，那我们的 Richard Young 是完全没有修档价值，只有八 high， 他是不是要做一个 bluff 呢？然后他在这里需要代表的是有七在手上，因为在这翻牌的时候是没有人打的，所以他在庄家位这里他的七的组合比对方多很多。那所以调出这张 Q 的 bluff catch 让它变得难，更困难一点。那希望你拿下底池。那 Richard Young 他也是算打的一个比较谨慎的玩家，所以他下注会让对方尊重。那这边我们看见蓝桌发出来是10/18的面，那在这里呢我们有 Paul Foy 跟王军两位。 那王军的牌也是有一点成长空间，是两人都过牌。那在这个河牌我们看见 Paul Foy 他是中了葫芦，那我们的王军现在是只有9 high， 应该
应该就只能盖牌了。那我们现在这个决赛桌的泡沫打了很久，那大家都是想进这个决赛桌，进决赛桌可以说我进了 final table， 对，炫耀一下。嗯，他这边是想要做一个 bluff 的 raise 吗？现在他如果做 raise 的话，他会撞上坚果，差不多。这边呢？什么鸟？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淹死了。I use a bluff almost. 八九。I had a jet. 你睇过积啦嘛？积咩咯？积烟。积烟啊？龙花。开出来我打，因为他说你开出来怎么没有打呢？那这里我们看见 Richard Young， 他是 hijack 会跟住勾九。那我们的 Jason Kun 筹码掉到130万。那 A 九 O， 我觉得是他有可能会 all in 的 range 哦。175。选择加注，在父子的夹杀之中，算是想要杀出重围。顺利的拿下底池。打球，打球，刘翔。梁总应该是说梁总，应该是说梁总你。我说梁总，梁总你应该是输啊。我。哦，100多啊。哎，汪峰没下来打了今天。哦。赢了汪峰。哇，真的厉害，汪峰！打这个局，他真的是常胜军。输到 A 轮哦。好，我们的 Richard Young 拿到了 Pocket Queens， 在四人桌算是对他来说，他很有可能会做一个 all in 的。没办法呀，打呀。这里跟住啊，这把我觉得是要对决喽、嗯。我觉得 Jason Kun 如果他加注的话，那 Richard 应该会 limp raise all in。那这边他做了一个圈圈的埋伏。All in， all in， yeah。直接 all in。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 Jason Kun 的策略是，他的加注。他的加注比较弱 ，A 九 off 这种可能会选择 raise， 还是会比较小心一点。那如果是真的够大的牌，他选择直接 all in。他不会拿 A 九 off 这种直接 all in， 反而是真的有大牌才会这样直接推，所以他也不会乱推一些太垃圾的牌。我们几乎没有看见人家推很垃圾的牌，除了 True Teller， Timofey 他是。因为那时候是还可以再自买路，他什么96的牌他有投，他也都推过。那这里我们看见 Jason Kun 还是 Jason Kun 只有三张 Ace， 因为他的如果发 Q 的顺子是完全 drawing dead， 然后上面也没有 flush 做 ，Jason Kun 会不会在这边就要跟我们说拜拜了呢？哇 ，River Ace，River Chicken Dinner，Oh my God！ 啊，真的是有一张 Ace 就真的很厉害，对，有一张 Ace 就有40趴了。这短牌里什么都可以发出来。那看见这边 Jason Kun， 他翻倍到300万的这个牌 ，Miracle！ 准备 Fold an Ace？OK。1.475, yeah. Oh my god. Boom. I really wasn't feeling good about that one. I was 100% I was out of here. Wow.
Very lucky. You're lucky. Very lucky. 那这边 Rich Dion 他应该是变成短码了。啊？Starbucks? Can I have an Americano, a fresh one? Yeah. 女女煙隻，吞了你的隻，吞你的煙。Yeah. It's Jack suited win queen on the river. Three out on the river.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 Richard Young 变成了桌上的短码了。那这边我们看见 Rakimov 拿到 K 勾，我觉得会直接 all in 哦，因为一对一的状况之下，这个 K 勾同花是还蛮不错的，然后不想让队友实现对手的 equity， 那我觉得这边可以直接 all in， 其实对手很难有牌可以跟下来。然后他在这里选择加注到17万5000。那选择了 all in Rich Dion， 就选了个 Q10 off。那我们看见他这里的盈利是43，那 Rakimov 是56%的盈利，那55开，好，没有冲突。佢又輸得好大啊，咪贏得翻咯。頭先輸好大，咪贏得翻。來，我們看我們的 Richard Young 能不能 double up 呢？我希望他可以 double up。那這裡是 A6，沒有給 Richard Young 任何幫助。現在他要的是任何圈或者十，那還是沒有幫助。現在河牌他需要看見任何圈。A6還可以 chop。或者任何十 A6 十圈，哇！我们 Richard Young double up。那刚才 Jason Kuhn 拿到了河牌的奇迹，那这边 Richard Young 在河牌也击中了他的圈。Double，1 million。那顺利的积分牌翻倍。那我们先看一下 Paul Fua。王军，蓝桌的积分牌领先者，然后呢，红桌是 Rakimov 跟 Wakin Yong 作为红桌的积分牌领先者。我们现在还剩八位玩家。看来今天的3:45应该是打不完了，应该是4:45。那不要忘记，这些玩家明天还要起床打200万买入的主赛。嗯，我相信200万主赛他们应该会比较稳上桌吧。也许，嗯，是比较晚上做。那这边我们看见 Juanda 在枪口位 limp 跟住了50000积分牌，然后被王军拿 AK 加注到150000。那这边 Paul Fua 在庄家位平 call 了勾10。哦，这个有意思，三家全中，熊熊打中了顶两对 ，Pofa 中了底两对，可是我们王军中了一个 Nut 顺。那所以这短牌有为什么那么多的 action， 而且波动那么大，就是因为翻牌跟人人都有关系。熊熊打顶两对是有点难逃啊，因为毕竟他现在只剩下150万的筹码。那他也会考虑到王军是在翻牌前有加注，所以 AK 也会在他的范围。对，所以其他 JQ 应该还是会小心一点的。如果对方下注，应该我猜是选择一个跟注了。嗯，跟注会比较好。哎，后面还有一个 Pofa，
先跟跟看。那这边王军下注一个蛮重的一个注码，30万的积分牌。如果佛法这边直接盖掉，厉害哦 ！Nice hand， 厉害。那他会觉得王军在这个面上可以打出来，继续下注的话，应该牌力非常强。对啊，说实在话，在这个牌面上，如果你拿到一个 AAKK， 可能都会 check。对，你最少他打出来是有两对，所以 Paul Fua 的底两对是应该落后的。好，来一张 Ace， 来了一张 A， 来一张 Ace 是王军很不想看到的牌。那这里呢 ，John Juanda 也会更加小心了。这张算是有点救到他了。那现在后面他们底池的比例也是差不多是1:1。那多少钱？那他现在问一下 John Juanda 后面筹码量是多少？118。在没有位置的状况下，我觉得应该会选择 all in 了吧？应该不会想要 check 给对手一个免费看牌的机会，而且对手这边也不太会有牌来做偷机，所以我觉得这边直接 all in 是一个不错的决定。那对手后面的筹码跟底池也是1:1，我觉得这边可以直接 all in。那他确实选择打 all in。其实我今天起的不好，这个天气的不好。哇，坚持了。啊。天最大的粉丝。AK 啊。啊 ？AK 啊。对 ，AK。我两对。Queen Jack 啊。没办法。Queen Jack。哇。I have to call one time. Yeah, ten jack is easier to call. 对 ，John Juanda 他说他一定要支付一条街，看一下转牌。好，我们现在最少最少筹码是我们 John Juanda， 可他还是有59个 ante， 其实还会打蛮久的。没关系，今天他们打多久，我们就陪观众多久。那除非玩家们会有要求，把这个赛事变成3天的比赛。对。他们有一次就是把赛事改为3天，然后呢，第三天是打决赛桌。那我们这里帮大家做直播，希望大家喜欢。我是两届红龙杯冠军的 Selina， 在我旁边的是去年澳门百外赛的冠军。大家好，我是大亨，我来自于台湾。Check. 而且话说，沈琳娜，我们之前也算是同事嘛，队友，都算是队友。对，做了一段时间的队友。对，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是扑克之星的代言人。对。对。那说到扑克之星，我已经帮他们做代言有超过10年了。真的。那时候也是没有想到走上就是扑克职业的这条路。对啊，其实我蛮谢谢扑克之星，那当初签了我。那我虽然之后没有继续下去，可是我现在也在GO88一个别的公司。那其实，在有一些其实蛮多人问说，要怎样才能成为签约牌手？那我觉得，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说，并不一定。我觉得你要成为签约牌手，你一定是扑克打得非常好。我觉得你可能有一些个人的特色，或是你可能会比较让人家有办法在牌桌上记住你。
像比如说传奇布克，我觉得哇，应该就要签 Ivan， 我们大家都会 很 focus 在他身上，在对，因为可有些人在牌桌上就是你会觉得你会没有记忆点的，对，可是像 Ivan 就是对，他是不需要了。可是我说像我意思说像 Ivan 这种人是很有特色，然后会打牌，然后长得很像，长得很像黑社会老大。可